玉珍，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，我们再也不可能了。 吴哲呢？ 这女人啊，失去了以后，才会感到后悔。算了，女人事儿就不提了。老罗，你觉得吴哲这小子怎么样？既然你问我了，那我就直说了。
梅花，今天拍卖会重量级的藏品可真是不少。你以前没参加过拍卖会吗？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以后机会可就多了。我在想，如果你们唐教授带着他的那个玉香手镯也参加拍卖会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只可惜他只做学问，不参加这样的活动。其实唐老师也经常关注拍卖会的。是吗？上次我让你给他说的事儿，你说了吗？我说过了，但是唐老师说那是国宝级文物，不能往外借。对不起，刘总，这件事情我没有办好。对对对，这个事情怎么能怪你呢？唐教授说的对，像这样的文物怎么能随便往外借？老板，今天你们想讨论什么？李冬瓜在吗？李冬瓜，你找李冬瓜？对呀，他在哪儿？他死了。李冬瓜就这么没了，真是人死如灯灭。谁叫他害咱们？这是老天爷在惩罚他。人都已经死了，我看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怎么了？丁少康打过来，他还敢给你打电话？喂。你想怎么样？玉珍出事了。玉珍出事了？他出事跟我有什么相干？他死了。什么事儿？玉珍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别信这王八蛋的鬼话，他肯定在骗你的。我听得出来。他这次没有骗我，就算他骗我，我也得去。凯哥，你千万别去。那行，我们跟你一块儿去。不，我一个人去。玉珍已经走了，这做人做事总该有个节制。
上哪儿找这么多人？从工地上找的，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哼，还是你鬼点子多呀、啊！这帮人，只要你肯出钱，什么事儿都敢干。吴哲，嗯，丁少康说玉镯是强子主动偷去卖给他的，你信吗？这个我说不清楚，这段强吸毒，这会不会是毒瘾犯了？大罗，你觉得强子会做这种傻事？我想应该不会吧。如果真的是强子偷了玉镯去卖给丁少康的，那就只能怪我们自己了。在异度，这么跟丁少康斗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。我想，玉镯的事干脆咱们放一放，你们说呢？哎，凯哥，你不说我们要去三峡吗？要不我们去三峡把那东西搞到手了再说。这主意不错，咱们现在手头越来越紧，总在异度耗着也不是办法。好，就这么办，咱们去三峡。喂，康哥，让宋明辉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进来。刘总，您找我。我刚刚看到你在为这次拍卖会购得的几件藏品做记录。是的。干事儿就应该这样。别看这几件藏品不起眼，可它价值不菲，所以千万不能出差错。没有我的同意，不能出手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想唐教授对他的宝贝也会呵护有加吧。对他来说，珍贵的文物比生命还重要，就像那只玉镯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书房，也只有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才会给我们看看。做收藏的人都会这样，可以理解。进来。刘总，进来说话。丁经理，你好。好。刘总，你们有事的话，我就先过去了。行，你一会儿再来一趟。什么事儿？
就这两天要去三峡倒斗了。老罗，王明黑在什么时候到？哦，他们晚上过来。这俩家伙，怎么发了财了不照面？钱花完了才想起老子来。他们想着咱们要去发财，所以早不来迟不来，现在过来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两个家伙倒斗还算是把好手，之前的合作还算愉快。对了，老罗，吴哲去拿定位仪怎么还没回来？志凯，强子的电话。接吧，看谁找的。喂，强哥，这么长时间不联系，你都把我给忘了吧？哎，那个，我最近太忙了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想我了？你说呢？人家一直都在想你嘛，你别忘了。这次陈志凯去三峡岛，进来。刘总，我弄好了。啊。
第一次来这里吧？啊，是。厂在这里边。说不上厂，就是个老头住在这里，平时都是刘总亲自过。你这次应该算是破例了。啊，是吗？当然。看得出来，刘总非常信任你。你自己去吧，就在前面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啊，好。喂，文华，这姓宋的小毛头是你什么人呢？自家人。我不放心，所以给你打个电话。哈哈，哎呀，根叔就是根叔。哎，我问问那一对玉镯。他残废了，前段时间我已经把他送回老家去了。你们到底是他什么人？一会儿说是他哥哥，一会儿又说是他兄弟，我都弄糊涂了。你别紧张，今天我们叫你过来就是想要回断桥那个本子，你带来了吗？啊，
这狗娘养的，果然是吴哲这小子，强子被他害惨了，我一定要他死得好看。还是那句老话，他怎么吃进去的，就叫他怎么吐出来。他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吃里扒外的？我还真看错他了。志凯，想多了也没用，到时候直接让他招。亲爱的，嗯，怎么这么早就去公司啊？今天约了客户谈事情。啊，那慢点啊。嗯哼。亲爱的，你短信。怎么还没走呢？马上。谁给你发的短信啊？啊，哦，美国的一个朋友。哦，美国的朋友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好。吴哲，吴哲，怎么没人啊？他不在吗？给他打电话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
他还是不肯透露柳文化的事情，我真拿他没办法了。你都没办法，谁还会有办法？我只怕跟他说实话，他会受不了。你不管了，自己看着办吧。想想办法吧。子飞的电话。哎，子飞。亲爱的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外边和朋友谈事儿。这么快就在异度有朋友了？在哪儿呢？这样，子飞，晚点回来再说，好吧？啊，你不用再说了。我看见你了，怎么了？他说他看见我了。乔半夏，哎，不是，哎，紫薇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坐坐坐。我不能来这儿吗？不是，紫薇坐。喝啥？子飞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们俩偷偷摸摸来这约会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？小曼，我万万想不到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子飞，这件事情你误会了。你别说话。子飞，既然今天你什么都看见了，我就实话实说吧。我这次回国是冲着柳文化回来的。你冲着他来的？子飞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傻？你怎么这么想？小曼回来那么长时间，我居然从来都没有问过她回国到底是干什么的。我更加想不到，你们俩竟然会私底下有接触。虽然你跟我解释，她是为了玉镯的事儿，可是你觉得我该相信吗？子飞，你应该相信。我凭什么相信？你们俩背着我。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得到玉镯吗？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你的意思在进行。有几次我都想试着把我和小曼的事告诉你，但是你都回避了。原来所有的问题都在我身上。你们俩私底下接触还有道理吗？斯蒂文，我问你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小曼在做这些事儿的？